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湖北来凤县，我从那个湖南龙山县跑过来的话就是来凤县了，差不多这两个县城的话都在戈壁。我从四川进入贵州，在贵州到了湖南，到这个湖北，一路上的话都没有做过核酸了，但是在那个关卡的地方的话还是试的有那个核酸检查站，但就是过的时候没人检查就是了。这边的话天气也是非常的热，38度左右。这边是一个菜市场，菜市场也不怎么热闹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中午的原因呢？很臭，两边都是卖衣服卖鞋子的，没什么顾客呢。老人都在这边打牌，八卦，问卦。养老陷阱，这么多老人，小提醒，下午一起的，一起。这个县城也是老人特别多啊，这个。年轻的，我们提醒您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，比如西红柿、胡萝卜、苹果。夏季如果容易心烦意乱，可以吃香。啥
魔霸生气金丝朋友。很吓人的，那个搞那个三姨的。这个小巷里面很热闹，是一个菜市场。老人家拿了一个鸭毛扇，很漂亮的鸭毛。鹅毛还是鸭毛做的？没事，都在打牌。哇，那风啊，店门都封了，风啊，这什么原因？这么暗的小巷里面，好来了，好来，很热，很热闹。菜市场原来是，菜市场打牌很热乎。炸客的，这么热的天气，他也蹲在那边。